大家好，我李哥啊，今天来到了梁丘大集啊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猪血豆腐大爷啊，我们试吃一下，再吃一次啊。今天让大爷做一个猪血豆腐啊。大爷，这个猪血豆腐现在还是几块钱啊？还是3块啊？哦，还是这么便宜啊？不涨价啊，大爷？豆腐也没了。带到一水锅饭啊，中午饭，你带冰冻了一碗面，你一会吃，还有就没有先吃有啥没啥，一会吃吃吧，一会吃哈，吃吧。哎，放点白菜啊，大爷，豆腐都有啊。那经典。这个。对。这叫肉炸是吧？对，肉炸。肉炸。加一份多少钱，大爷？啊，加一份多少钱？那个都糊了，不要给他加一份。这他也给我加一份。别加，别加，别加！他喜欢吃。别加了，大爷，别加了，别加了，不用加，不用加了，不用加，不用加，不用加。哎，给我加了这个肉渣了。这个加钱吗，大爷还？啊？不加钱啊？加钱钱嘛，要加钱啊！哇，大爷给我加的肉渣还，这应该是，这应该是这3块钱，要是3块钱的话，这不是应该是最便宜的荤菜了。但这个应该说是最便宜的了，用最便宜的了，并且是单锅炒、单锅煲，是吧？对对，还现炒。对，现炒。真没把大棚当外事了，他真没把你当外事了，你该装水。我能给大爷装水，是大爷看得起我。对对，也是你的荣幸。对，是我的荣幸。豆腐来了啊！经典就是大爷这个自己做的这个豆腐最经典啊。大爷还给我点香油吧，大爷这3块钱还点香油不？点啊，那不那还赚钱了，大爷还能赚不还？行是吧？少赚点儿哈，少赚点儿啊。啊，我吃不了，别放，你再整的我你再整你不赚钱了，别放了别放了。对，放一小块，别加了。别忙活了，那都。这还有猪血吗？没了。没猪血了。没猪血，哎呀妈，那没有没猪血了，刚好用这个肉渣当猪血吧，也是荤菜啊，这有肉渣，这今天这是肉渣豆腐，啊，3块钱的荤菜啊，现炒的，那的还这要熬吧是，熬一下子，还烫上塑料袋了，大家看，干净啊。对，是最后一份了。啊，千滚的豆腐，万滚的鱼啊！啊，千滚的豆腐，万滚的鱼啊！大爷今天这对我很好，还放了肉渣，这是荤菜啊，兄弟们，这是荤菜，3块钱的荤菜。大爷放香油吧，放，来来来。全部都给你倒上。盐水没了。盐水湿完了吗？还有啊，哦，这个袋子还反过来了，喝下，哦，也行，反过来干净，反过来干净，对对，没事，盐水，还放盐水啊？行，好了，你放多了又亏了。吃那个豆腐给10块钱，你这个买油条、买面条的还有几块钱？去吃吧。啊！哎，大家可以，没事。还换袋子了，袋给我套俩袋子，套两个袋子啊。那这大爷这一个袋子要1毛钱了呀，一个袋子要1毛钱。输了。闻的还挺香还，闻的还挺香，一股香气跟香菜味，这个豆腐味扑鼻而来啊！不愧是大爷做了几十年的豆腐了，啊，点香油啊，点香油啊，还放香油啊，大爷，放点啊。
哎呀，这没腰带了呀，没皮带了你。咋掉了？它有肉渣，它给我放了很多肉渣啊。这是荤菜了，这应该是最便宜了吧？应该全世界最便宜的豆腐了吧？荤菜了吧？3块钱一份啊。还有肉渣，这不是荤菜吗？试一下这个大爷这个豆腐吧，自己做的啊。这个豆腐是大爷自己做的豆腐，每天他做豆腐啊，有时候也卖豆腐啊。有点烫，豆腐香，香油放了好多啊，啊，不知道大爷怎么都赚钱了，这个很香。看一下这肉渣，这属于荤菜了啊，肉渣，试一下啊。嗯，很香。我说吧，给你10块，不用找了，大爷啊，你10块不找了，专门给你换10块，给。你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给我加点肉，给我加点肉渣，不要，别找了，行，好。加那些什么本来是不加肉的嘛，你加肉渣了又。大爷这个，我就觉得大爷这个衣服啊，大爷你这个衣服好，这个大衣这个皮大衣，你看这个里面全毛的。